俺、啊、好，农村上大年了，就给长寿去刚拉点水泥哩，因为弄那个洗澡街。啊，到这儿准备好的，准备好的回家放工了，这等会儿来顺便再看看地砖。放话呗，这个。不要晒面的，但是光面的放话的。要正面的要啥？听听。不知道，这是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俺地那个地下都拆不坏，你丢家那石头呗。好，这真是好东西。那个地下这多少钱一块？这是10块钱一块。你得选定。选定？嗯。当下你说没有现货？没有现货。那个也没有现货。我这花柳这都没有。你要是要这花柳了，就说你要说，你咱几个有办，就说明天都能给你发来，这时候吃不是方便。哦，是呢。你只要说你一个钱上不结，号上都是2点多、3点就到货。哦，那也挺快往这发，是吧？对。你看你挑吧，长叔，你挑个啥样的？啥样也得，我整个。长叔也不知道眼花掉了，不知道挑哪个的。都给眼花掉了，不知道哪。哎，我给你放，你看你别一点，你看。哦，你再一个小店吧，你光开一个那个啥去了。这个太花了，不要这个。这个太花了。对。卖。哎，对，要花的都是这种这个花的。这个，这花像都差不多，价格一样，花像都差不多。你把那个灰地放着。嗯。灰地又鲜活，是呗？哦。那是讲不过这灰地看好看，人家但是灰地质量没有那花的质量好，人家说是。它这个贵就贵在那儿嘞，贵这个金角上面嘞。哦。知道嘞。这个它质量都一样，就是贵这个金角上的，你能一眼看见，你细看，它这都有这个雕刻的。哎，我讲么要这个灰地吧，灰地，不光都这，放花吧，这都。放花。这都是卫生间的这纸花砖。我还是讲么这灰地好看，要这灰地吧，灰地给便宜点。得了。这还能不摘？你说啥？我就要回地吧，回地老哈那啥的。你说那俺都啥样？我这是这的。你说一锤定音，你说这都这。当时3米86，快是1米78。你看这个样就是5块，那个样是9块，45块。45块。你算了算了。在家那个来这看看，哎，你说你在家看看，看我照俩图片，你看有个灰的，有个花的，那灰的不好看，灰的不好看，那俺就是选灰的，花的好看，灰的，花的贵，花的不是贵便宜，花的我讲我不好打理，不是不好打理，第一个上面用那红毫不好打理，再一个我讲我灰的好看。我说花的好看，哎，你咋说那个？你愿意那啥吗？你看咱娘还说，给咱这眼光不一致。好嘞，一个人一个眼光。我那还没拉了一花地，花地的人家去啊！你别花呗，想想想想看，花地还是灰地？哎，你倒听我，我原来没有像你那眼光哈，没啥子看上好看。你到时候再说吧啊，看看吧。你要花掉，咱都换成花的。嗯啊，是呗。我拉了，我拉了你，你光给俺说来，就说十年那张算多少钱？看好了，不是花的，就是灰的，就那两样啊。好嘞。是不是？嗯。拿两袋羊灰，把羊灰卸了吧。卸多少？再说光多呢？嗯。
来来。